有啦，这一次为什么会自己毛遂自荐呢？因为之前他在问我说有什么创业家可以推荐来创人物了，我想说，哎呀，最近想不到，我想说自己来，自己就直接上来了这样子。然后，我今天谈的主题其实是在谈我为什么我之前的分享跟现在分享会比较大不同，是因为我接下来，从年初的时候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在大陆重新的再去做一个新的一个公司，然后把我的这边的这个触角延伸到这个北京啊和深圳，然后所以我这边跟大家 share 一下 ，OK。首先，第一个是我之前有再讲过一次，这个是他这个做的一个 slogan， 就是说年轻人不只要听这个60岁的成功人所演讲，要偏看大自己30岁，可能我大各位再多一些些而已，但是也还好，差不多，看起来差不多，所以因为那个东西真实，因为太多那个上个世代10几年前、20年，他们有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有他们的观念，可是比你大3、4岁的、3、5岁的人，他们可能走的路跟他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你最迫切会遇到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有讲过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和我的公司，然后这边很快，因为我是里面应该是准备最多 slide 的，然后我也很快过。那我是1981年，也算是80后啊，7年级生这样子。然后，我是毕业于台北工专，就是现在北科大，然后台科大资管。然后毕业以后就直接进鸿海那边当这个研发工程师。然后派到大陆当了3年的台干以后，后来中间有做过很多的专案，然后写过很多程式，拿过一些美国发力专利。然后后来我就这个2009年的时候正式创办了我这家 Ike Valley Incorporation。这家公司，然后后来很有趣，2011年的时候获得这个商周经理人杂志颁布的这个百大经理人的一个奖项，然后现在也担了一个 NPO 这个博雅的这个委员这样子。好，然后我要讲的这个今天讲的故事是回到7月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在上海的时候遇到一个创业影院的一个主办人。然后我跟他聊了一下，他在办一些那种属于这种类似这种小的沙龙，但是会有一些创业家上去讲他新的一些 business model idea。我想说，哎，那这个东西的话，大陆非常多，每个城市大概每周就有20场这种的聚会，然后讨论大家所有要创业的主题，你要文创也好，你要 IT， 你要生技，什么都有。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很棒，那台湾人可不可以参加？他说没有台湾人来参加过。然后就说好，那我们要不要跳出这个小框框里面？然后我们就才几句话，我就跟他说，如果我把台湾的团队带到你们这边来，你们接不接受？他们就说 OK， 对，那这个是我在他们的其中一个 pitch 场地，这是一个钢铁人，全部都是用那个 3D printer 打印出来的，对，然后这个场地里面每天几乎都会有各种的这样的小型的聚会在那边举办，大家全部都在谈论自己的梦想，谈论自己公司要做的多酷多大。在那边找合伙人，然后各种的一个东西，然后这公告栏这边有各种的设备，你可以借，你要借 printer， 你要借任何的手机，然后旁边这边是招聘栏，全部都贴成真什么成真什么，我要找技术长，我要找行销长，我要找什么，我觉得哇，那个风气很酷，那就是创业者天堂。然后我就才用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那时候在台湾，我在 Facebook 发了一些通告，然后就一些关注的朋友，他们就有八家创业公司，总共有10几家报名了。最后8家公司他们就自费花了钱以后飞北京去做这个 roadshow 的 pitch， 然后但是就有点就是肉很少，然后野兽很多的感觉，就有45家的创投的机构 VC 跟 Angel 到现场，就是跟台湾大概是反过来，台湾大概有45家创业，然后就只有8家 VC， 然后8家 VC 还是今天早上叫我来参加，我就来了这样子，对，所以又跳回来了，对，然后他们就是有一点就是很那种你知道，就是看到一堆肉在这边，很想要去这个看一下台湾的创业公司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有150个参赛者，然后为期1周的参访。其实这个东西我在决定的时候大概就只有1、2周里，那我就把所有人抠一抠，到家机票买一买，然后大家过来酒店就自己订一订。酒店是那个旅馆嘛，就是旅馆。然后我们就所有，我就带着他们，我把那一周所有北京会有的各个活动把它串成一个行事历。我告诉他说，第一天你们参加完比赛以后，你们第2天可以参访哪些，第3天有什么大活动，第4天什么。所以所有的行程全部都是松散型组织，然后随意的 freestyle 的去参加。然后我们又参加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这些里面还包含有一些都已经创业很多年的，还有一些媒体啊都有。好，然后现场这是道德的情况，对，非常多人，然后挤得水泄不通，然后现场温度超高，比这边高好多，对，就是大概30几度，然后大家还是全部坐在那边听所有台湾的创业公司思考这宝岛台湾到底创业者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全部都是真的是 freestyle， 我们去参加了很参观很多东西，新创新工厂啊，然后他的大会，然后还有这个新浪微博、中关村，所有地方我都带着他们去参加。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对一个我这所有的东西，现在我在做的东西，其实跟我本身自己的本业 maybe 有一点点相关。他们挂着这个活动型，就是跟这个创业影院合作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讲，我只是希望就是更多的台湾的创业者他们有机会看到我所看到的那些地方，就是比如说我在那边获得一些资源和我在获得一些冲击，我很希望台湾创业者有那个机会去感受到那个更大的市场，更大的一个发展机会。好，那这是别人看台湾，我第一个我就放出这个。而台湾妈妈觉得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朋友觉得我们住在有很多美女，这是大陆人，他们觉得哇，台湾有很多影视歌星，每次都问我说，你有没有见过张惠妹，你有没有见过周杰伦？我说他应该不搭地铁。然后这个我们住的地方全部是吃的，然后外国人觉得我们就是身材一堆硬挺，然后那个我们觉得是这样子，实际上我们住在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言论自由的地方。而创业者呢，他们会觉得什么？就创业者，我们会自己觉得说，我们可以变成这个 Facebook 创办人，然后别人都会觉得我们就过很爽，然后每天很开心啊，到处走来走去，别人也赚，社会大众以为你赚的很多，投资人以为你可以运筹帷幄，坐着这样，然后没事，然后给你钱，你就全部就是指派好就可以做事。然后我自己以为我在解决一个全世界最困难的问题，其实我只是在一直扒着别人用，拜托用一下我们的产品哦，用一下，就是这样子。从一开始的三年四年是这样做起来，两个人草创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清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办有一个小的一个 share office， 然后放了三个时钟，对，然后分别是这个欧洲、美洲，然后只看中间的这个台湾时间，然后这是我的这个样子，然后2010年我们2009年一办完的时候，2010年因为我之前在那边工作，所以我就独自拉着一个包包，然后到那边找房子，然后就找一个房子住了。然后是刚搬进去的，就这样就找了一间房子租着，然后就说我要把这个东西当做我的车库创业。找了两个大陆的一个同事，跟我三个人在里面开发城市。然后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情况。对，第一天什么都没有，就买一些卫生纸。然后后来2010年完了以后，2011年这个东西上线了以后，就原本我们其实在2009年2010年fail 掉一个产品，但是后来我们差点就是基本上都已经钱大概是烧差不多，准备可能要去贷款或借钱，然后后来还是继续在咬着牙在投，把我们当初我的创办人 Ben 跟我的这个几百万的钱再投出去这样子。那个时候工作创业的时候，所有的钱就是花当初工作钱，我也没有跟家人去借任何的钱，就想说这个东西要自己去承担，因为花每一分每一毛的时候你都很痛。然后后来我们就很幸运在2011年的时候获得 Idea Show 的奖，然后后来我们就顺势去大陆去参加他的 Demo China， 然后也得了这个奖，然后2012年才拿，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有参加这个奖，然后被他们的人看到，因为我们在台湾比赛其实没有人看，然后他们的比赛的话是很大，因为就是2000多家公司去比，然后也唯一有台湾的人去获得，然后他们就觉得很讶异，就说台湾其实也有这个网络创业这种东西这样子。对，然后也获得的比较高，就是其实台湾的也没有报啦，反而就是我们在那边得奖，可能我们获得投资的时候，这个是新加坡的，然后这是日本的的网站都有报道这样子。对，好，然后我们跟 Apple 在谈合作，把我们东西放上去，然后现在团队也都蛮多人的，我们团队都没有办法到齐过，因为我们都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所以这个都是用影像合成，用合成就是找 Facebook 的人去合成。我们的那个设计师把人全部合在一起，现在两个团队快40几个人，然后对，然后这也找不到好的，就找个喜字啊，在吃饭就直接拍了一下，这是北京的团队。合照的时候我还在旁边，还在忙，对，就是我们有办很多然后我们有出现一些 APP， 然后这些看一下就好了。我们最近在新测，如果假如 WeChat 的话，可以玩一下。最新北京现在在流行的是 WeChat 的公众号，然后你只要一 follow 了以后，你就可以讲话，或者是搜寻字，就会把我们的线上的活动全部都直接弹出来，然后可以直接报名进场。台湾有？对，现在没有。现在台湾可以用，在微信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是还在封测阶段，可能10月才会公布这样，但现在可以关注来玩一下。对，然后因为 LINE 不开放，所以台湾人就没有办法用那个这个。但是这个关注的活动情况，然后就可以讲话，就比如说创业啊，讲一个收一个 tag， 然后就会给你，然后就可以弹出活动出来。对，然后再用电子票进场，这是我们之前合作的一些东西。对，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国内知名合作伙伴和大陆的知名合作伙伴。焦点也有啊，焦点也有。好，好，好，
两岸的创业家到底有什么差别？我在那边的时候进行的活动，我直接第一个 speech， 他们请我讲了一些时间，就是讲说到底两岸的创业的差别在哪。我跟他说，其实创业家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我先讲相同的地方，就是很多理想，很多梦想。梦想这东西在焦点时也是这个最高的，大家都喜欢追求梦想。创业家的话是有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是大家有很多的幻想。我认为那幻想缺乏一些理想，然后放弃了梦想。但是创业家通常是有的。再来善用资源，创业者是在受限的这个条件下，以有限的资源追求无限的可能。所以我们一直在用很钉的方式，就是裤带勒紧的在做所有的事情。创业家还有什么特点呢？挑战将来的未知。大多数人有创业能力跟条件，其实你在做很多人都会有，而且很多人会想，但是其实因为创业很多的未知数，很多的困难，而人往往会害怕未知，而没办法踏出这一步。其实创业者反而是向前踏了一步。然后再来就是创业家还有什么特质呢？就是两岸创业家的话，他说发现问题，就是并发现，我不只是发现，然后一直戳，哈，我戳一下，酸一下这样子。No， 我们要改变的是问题，就是把这问题把它 fix 过来。所以对现状不满的人非常适合创业，但不能一直的去 complain 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要去改变才有机会去成功。创业者是天天都在学习做改变的事情，而且还有要坚定的信念，就是大部分都是依靠信念来克服的。信念才是这个我们创业下最重要的一个补给品，还能感染旁人的一个催化剂。好，但是有什么差别呢？台湾跟大陆的差别最大就是我们非常的重硬轻软，然后因为我们电子产业一直是我们的国家整个辅导的方针，所以我们的硬体的部分非常强，但是软体的部分、文化的部分，还有一些娱乐的部分，还非只要是看不见的这种有形产品，我们其实都已经相对比较边缘化，但这也是好处了。反正爹不疼娘不爱，就是比较自然茁壮，然后比较自然茁壮起来。而且市场规模确实是小了一些。对于我们的话，我们虽然说好，你说比你北欧的国家那些什么四五百万的国家人口多很多，但是消费力不见得有人家强。但问题如果在大陆的话，可能一个城市的人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你做一样的东西，你是很容易去access 到很多，而获取到很多的这个市场。再来就是资金的部分，其实在台湾的部分，我们自己创业，从我创业的时候是跟我一起创业的20几家公司，我们一起关在清大育成的，只剩我们的了，就是所有大概一年所有的新创公司基本上要倒掉大概就是80%以上，就是一半到80%以上，然后再撑2年3年，一直到我们3年，我们就现在迈入第4年了嘛，基本上就是剩下5%不到，而且是5%不到的，接下来在这三年可能还都会继续的关起来。所以其实很需要这个资金的补给，但是实际上台湾的资金补给是很弱的，他补的还是补一些他看得到的东西，可能是在一些新创的部分的话，这个 VC 跟 Angel 不太去关注，而且外来的资金，比如说美国的啊、日本啊，他会很不想要到这个投这个台湾，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成立的国外基金是美元基金、人民币基金、欧元基金，但是就不会有一个新台币基金。所以你如果创业主题你想要做很大，但是你又说你的市场是放在台湾，然后你想要拿台湾这个拿新台币投资，那是不可能。他们不会去投台湾的部分，所以这才是为什么要变成外商的原因。好，然后差异点还有生态圈，就是面临国外的一些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很多的国外的一些服务，像你们现在用的 email， 你们用的搜寻引擎，你们用所有东西，对，你用的那个看 YouTube， 全部都是国外的东西，对，就是成那个全部都是国外的东西。但是在大陆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些限制，所以它会保障一些优质的产业，所以到他们有一些本土化的自己的 IM 也好 ，email 也好，还有他们自己的游戏啊，什么东西都本土化的东西比较好。然后我们这个竞争比较强的话，其实这更应该去加强开放，更应该去跟国际接轨，去学习国外的一些东西。再来，我们就是其实台湾的话是不缺好人才，可是很多的好人才进入了大公司大企业。就比如说我以前，如果假设我想要拿赚比较多的薪水，我可能要去华硕，可能要去这个鸿海或者是 Microsoft 才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去一家新创公司，不好意思，可能薪水你可能领3个月你都领不到了，那你要不要继续？你要不要继续投入？如果你是一个好人才的话，所以人才是比较吃亏的。那再来竞争的这个强度跟速度有差，其实台湾的步调是很慢，就是以前我觉得台湾好，台北好忙好忙，那可能是跟南部比，但如果你去北京或是其他地方，你会觉得台北又好慢好慢好慢，所以他们的速度啊跟那种敏锐度是很快的。然后好，时间比较快，那我就讲说他们的速度快在哪，他们的抄袭跟学习都非常快。你看我们的这个网站啊，就是我们才刚上线，就是才上一个礼拜哦，所有的文案内容只要是活动型全部被他改过来，然后就直接上去 logo， 就
就我们的竞争对手在那边的话是直接改装，对，然后我们就抗议啊，对，但是抗议无效，因为比赛就是这样子，创业也是一样，好像跑步比就是你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永远没办法去阻挡你的追逐者跟竞争者去怎么样去仿造你。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诚信是比他们还强的，我们的创意，台湾有具有非常多的创意跟文化冲击，其实我们激荡出很多东西，这都是我们的利基点，我们都很勤劳，你看我们除了日本以外，我们应该是全球工时最长的第二个国家，所以我们工作时间这么长，为什么拿那么少钱，一定是方法不对，一定是这个环境不对，一定是要去找出一些为什么造成这个东西的一些根本原因。然后我们的服务，其实台湾的服务已经占这个 GDP 超过70%，在许多服务观念的意识上是有的，流程经验都非常多了，而且我们的普通话很好啊，对啊，我们讲的至少比香港人标准的，香港人都可以在那边打那个，对，我们一定可以对赢香港的嘛，对，还蛮好。好，最后我就跟他，时间也到了，所以我最后的时间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就是还有一些我自己的心理的一些想法。首先第一个，这是2013年的这 Q1 的时候，这个全球的网速的排名，因为我是关注是 Internet 的部分的一些产业，然后第一名的话是韩国嘛，全球网速第一名韩国，又蝉联了，再来是日本、香港。然后再来是 Sweden， 然后都是北欧其他，然后再来就是，对，美国。然后我们在哪呢？我们前十名没有，我们在第47名，前面还有，我们的前面还有泰国，然后纽西兰啊，还有新加坡，这些都在我们前面。所以其实我们基础建设是很弱的，就是在国际性的科技之岛，它是停留在硬体的部分，但是软性的部分跟网络部分之通讯，其实我们是非常弱。所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面临到的是比较多的歧视，他们会觉得台湾公司啊很弱，你们没有很大的公司啊，你们这个无名都关了嘛，对不对？都不行了嘛，你们爱情公寓也回去啦，现在都拍偶像剧啦，就没有一个东西能说嘴，所以我们在那边非常的人单力薄，对，然后。你看，我们从1981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一直到2010年，台湾的服务业占比是不断的升高的。这是制造业，服务业一直升高，一直攀升，然后到现在有一些转，就是占的这个比值其实已经到60%，甚至到先进国家有些都到7-9%这样子。可是我们的服务业的人口一直在增加，但是服务业的这个人数也一直增加，为什么产值是没有办法发挥？也就是说，我越来越多人投身服务业，但是服务业本身总体的这个产出的这个所占 GDP 是少的，代表每个人的这个所产出的这个价值越来越平均起来越来越低了。那你可以看到一些对外的贸易，其实商品的部分，你看我们出口的这个贸易，以前都是我们都靠出口的嘛，商品的时候我们都很强，就是对，但是亚洲四小龙还是排在最后。对，这是出口的部分，进口的部分是这样啊。出口的部分，你看，其实我们去年是排第17啦，然后这个进口是8，但是都是落后于新加坡这一块。然后这个是其他这个有关于这些数据，大家可以查得到，就是东南亚国家里面，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其实他们的名次都一直在攀升。但我们现在炒得很热的服贸协议，其实服贸协议我们现在是排27，远远不如于商品这一块的。然后你看。就是都还输给就是一些东南亚，落后一些泰国、香港这些国家，所以其实我们也更需要去加强。那我讲这些数字不是要就是让大家很悲观，因为我那天我们那个朋友问说啊，台湾现在这个情况是很不好，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更乐观，因为反正从1分到0分也差1分而已嘛，我们如果在谷底的话，对，永远有希望，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如果运用理性的思考，建立商业模式，运用陶冶这个运用感性，我们陶冶性灵，关怀风土人文。其实我们把这两者的巧妙结合的话，其实是台湾人的一个接下来下个时代，可能5年10年以后很大的一个优势。然后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这个找方法而非找借口，我们要学会看原因而非看问题，我们要学会动脑筋而非动嘴角。然后这些东西也是我希望再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们觉得就是自己是为未来有一个期许的话，就一样是这个我自己很喜欢这些话，因为如果你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就好像把钞票贴在眼睛，那你就什么都会看不见。所以这些东西希望就是大家我又来这个很喜欢放这个，对对对，就是对，好，然后这个工商服就算，然后因为时间也超过，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就是加这个折行了，对，没关系，就一样，中介发 email 到我这边，或者是 about me 里面中介这边可以跟我联系，好，谢谢各位。